今天是东东第一天要去上幼儿园，总觉得好快就到了这个阶段了。可能是因为彤彤那个时候是到中班才去上，那东东是才3岁，小班就要去上了。这是他早上喝的奶，其实东东啊早就不用奶瓶喝奶了，他用杯子都用得很好了。那唯一会用奶瓶喝奶的时候，就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，他会跟我撒娇吧，就会叫我去泡奶奶给他喝。那随着他上幼儿园之后啊，我想早上这个习惯应该会慢慢的消失了，这有可能是最后几次泡奶奶用奶瓶泡给他喝，之后就慢慢调整成用杯子了。要珍惜这个画面，大宝宝和奶奶用奶瓶。喝奶奶，然后我们准备去上学。宝宝给你喝奶奶，喝奶奶，喝奶奶啊！喝完了，我们今天要准备去上幼儿园啊，爸爸等等帮你换衣服好不好？要上学喽，要准备上学喽。上学有时候不能包布布，那要尿尿的话要去厕所跟老师说，知道吗？你现在要不要尿？还想喝奶奶？你不是才刚刚喝完奶奶？我今天玩山羊呢。玩山羊，放学回来哥哥就陪你玩山羊，好不好？马上。所以我在拍你们。来。到眼中。现在有没有想尿尿？没有哦。还好我那么痛。你不跳高。好可爱！对呀，1、2、3，我记得我也有围兜兜。过来，过来，围兜兜。围兜兜，围。来，你要穿围兜兜，来，坐起来，坐着，坐着，围兜兜跟衣服很像，坐好。然后站着的话更好，你要站着还是坐着？坐好，坐好，稍微坐坐坐。跟上他，你就是幼儿园的孩子了哦。手手从这个洞洞伸出来。好，另外一边。那哥哥那个时候啊，幼儿园起来都会自己穿袜子，自己穿裤子。可是东东年纪还比较小，所以东东。的话，爸爸就先帮你穿，好不好？让你慢慢的练习。因为哥哥那个时候直接去上的时候是中班的，东东还是从小班。我不会骑摩托车。为什么突然讲摩托车？小宝宝本来就不会骑摩托车。来，交给爸爸，交给爸爸。昨天有帮你整理好小书包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去拿小书包，然后骑脚踏车去。好棒！好吧，来拿起我们的小书包，还要去地下室。好，开门咯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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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两个都有进去，好可爱啊！对，好，那我们要去上学咯。哇，好怀念的场景，好怀念的视角。以前我就是这样子在骑脚踏车在哥哥去上学，对不对？好久没用这个方法来拍影片了。只是说以前是骑 U-bike， 现在是我们骑自己的脚踏车。因为我们租好，在我们之前租好。对，脚踏车是我们之前自己租的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一个人租的，而且刚刚发现抓地图。
就是发现芭比娃娃。对啊，彤彤，你觉得彤彤会哭吗？我也觉得不会。彤彤，你等一下进去会哭吗？才不会、啊。才不会哈、哦。哥哥跟爸爸没有要进去，哥哥跟爸爸就下午再来接你，像之前你练习的那样子，知道吗？眼睛我看上面，眼睛要看东东，对不对？会了耶。耶鲁巴士耶，彤彤。对呀、啊，爸爸是快乐耶，爸爸。嗯。是快乐耶。对啊。是快乐原型。在学校，妈妈就是什么？老师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想尿尿、想便便，一定要去厕所，要说，然后要看到马桶才能尿，知道吗？下午再来接我，不会太久。不会太久，东东，接你回来就玩山羊，好不好？掉下去就花就回不来了。小东东，今天要去乐园。大东东的歌好像。大东东的歌。很难听哦，你说爸爸弄得很难听哦。不是哦。其实大乱斗的歌很难唱出来。哦、大乱哥的歌，大乱斗的歌很难唱出来。嗯。那你喜欢听吗？哇，都挺满的，我们停这里好了，我们停石头这里好了。哥哥切另外一只，我们一起。东东要去上幼儿园咯，对，我们多陪，在门口多陪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你在门口的话，我也想说你来接我。我会来接你啊。8:15一放学我们就马上来接，好不好？准时来接。不会让你等，只会我们等你。嗯，来了，园长你好。早安，早安。东东去。来。早安，早安，我有准备礼物给你。有礼物哎、欸，东东。有礼物。来吧。东东，你看园长要给你小礼物。他有点紧张。送给你的，恭喜你来读书，恭喜你长大了。谢谢。嗯，好，两只手手。对，送给你，恭喜你长大了。好棒哦。我们来那个喷喷手，喷喷手，喷手手，来，来，宝贝，我们喷喷个手，来，手手，书包背好，好，书包背好了吗？我看看，哦，书包要背好，我不然书包掉了，你里面的小礼物都不见了，来，喷个手。好，说一说，然后量个体温。妈妈，你说妈妈吗？那我是爸爸，爸爸，你是东东，东东。1 2 3 爸爸，妈妈，你要说妈妈了，那爸爸，爸爸，妈妈上班了，爸爸，东东，哎呀，
的礼物，拿着。好，来跟爸爸还有哥哥拜拜。拜拜，东东拜拜，下午见。放学见，东东拜拜。爸。对，爸爸，爸爸在这里，等等，爸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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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还好是倒在地垫上，好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爸爸，爸爸，哦，他头也没有回了，我们看看他还记不记得他的鞋柜，好不好？我们偷看一下。长大了。爸爸，妈妈，你怎么啦？还有企鹅。哪里有企鹅？没有。你怎么没睡觉又跑出来了？我们去睡觉。嗯。东东怎么啦？那爸爸抱你回去吗？爸爸抱抱啊！爸爸呀，走路太久了。爸爸抱抱，爸爸来的，爸爸抱抱。老师去帮他了。爸爸进来。你来做什么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要来做什么？现在要睡觉了，东东。我不要睡觉。不行，不睡觉。你要爸爸陪你去睡觉吗？爸爸不，我去睡觉。你可以吗？我抱你会乖乖睡吗？好，那我们一起过去，走。爸爸抱。抱你过去吗？你自己走，很棒。嗯、东东。拜拜。看到我们。15、16。这样。去睡觉。现在是睡觉时间了。睡觉时间了。嗯，我家弟弟没睡觉。我带你进去睡，走。我们抱你进去乖乖睡，不要再跑出来了。我会等大门会跑出来。你说什么？我大门会跑出来。你怎么这么诚实？真的这么诚实？对，我是诚实。东东加油，你可以自己穿好的，东东加油。你来穿什么？我来捣蛋。你来捣蛋？现在是什么时间？现在是捣蛋时间。现在是睡觉时间。现在是拿书时间。现在是睡觉时间，你为什么没有睡觉？现在是拿东西时间。我们去睡觉，走，爸爸带你去睡觉。对，你居然还说你来捣蛋，这个是对。好，这个是 C， 对，你看到这边有英文字，对不对？这边有 C。好，可以了，带你去睡觉，走。要喝水。你要干嘛？喝水。喝水，好，喝完水就要睡觉咯。小兔绿芬。喝完水就要睡觉咯。喝完。好，喝水，你的杯子。我喝的，一般都喝的。看到你。你睡觉前怎么那么多事情？喝
可以喝啊，看我一下，你有没有认真喝？要认真喝。喝完了吗？喝完了吗？喝完了，杯子给我。好了，赶快去躺好，赶快去躺好。要爸爸抱抱吗？哦，东东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东东你走路了，哎呀，好厉害哟、哦，东东走路了耶，走了两步，好厉害。东东，你还记得你要放什么动物的格子吗？他不敢动，他不敢动。妈妈去带他了。他会习惯的。东东，拜拜。东东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有点舍不得，可是感觉好像少了一个鸡鸡呱呱。对啊，总感觉它还很小，可是它其实很多事都可以做得很好了。但是会很担心，会很担心它，对不对？会很担心它，但是还是要把它送到跟它的同类一起，像那个。对，他鞋子平常会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刚穿鞋子穿好慢，就像我说的、啊，很像把那个小恐龙送回去跟他同类一起相处，会对他比较好啦。就是在学校里面玩的玩具啊，做的活动，有很多一样年龄的同伴，玩的适合他的教具，有一点点感伤，但比想象中的好很多。东东也，我本来以为说东东会分离焦虑，其实好像是我们有点分离焦虑。你知道分离焦虑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分离的时候就感到很不安，很想对方，然后舍不得这样。东东感觉还好，我因为有妈妈在那里啊，有妈妈在里面，然后她之前有来练习过好几次，所以我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。东东在我妈身边。好了，我们也回去了。现在想工作想睡觉都可以，因为不会有一个小孩子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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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心里面感觉不知道该怎么讲。有点伤感嘛，就觉得、又进到下一个阶段了。其实爸爸很舍不得你们离开，你知道吗？可是爸爸也不能表现出来，要不然你们两个会离不开，会离不开爸爸妈妈，知道吗？你是兄弟，接下来到你上国中、上高中也都是一样的。哪有？我才用弟弟。如果爸爸妈妈一直展现出来很舍不得你们，你们就更舍不得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笑眯眯的送孩子离开。你开冷气了。明明他每天黏着我的时候，觉得他很烦，可是今天亲手带着他把他送出去之后，就觉得心里面这边好像空空的，少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，没有一个小不点在旁边一直缠着我。小不点，孩子又长大了。大不点来了，大不点来了，所以没有刷单机，还是黑黑的，没去刷一下。这个其他的，其他的可以。大不点来了。自己不会做的事情，他遇到的时候他该怎么办？会哭哭闹闹吗？还是会很勇敢，自己想办法完成？这就是当爸爸妈妈的心情吧。你现在闭上眼睛，你可以感觉到他哭的那个脸的样子吗？我可以耶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一张囧脸，对不对？对，地上也瞬间变得好整齐，好不习惯。
平常他一起来就会把地上弄得满地都是。现在不会。好了，收好了。爸爸，爸爸。